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水芊芊，今天要来吃我个人非常非常无敌霹雳喜欢的脆皮甜甜圈跟沙拉串。哦，这个摆法，不要摆这一面。先来喝豆浆。哎，干嘛？传统的甜甜圈，外面再放上奶粉哦。吃起来有美乃滋跟巴西里芬的味道，哎，还蛮香的。小孩子的食物。我最喜欢这种甜甜咸咸的味道了。放前面。
公司。